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on 族，耶、yeah, ，是啊，好，我们今天要来挑战。我再想想看，快问快答，冲 C 还是小霸？冲 C， 冲 C。连续买十包卫生纸都被偷，还是连续买十罐保胶都被偷？连续买十罐保胶，因为这样我可以更廉价。十包卫生纸被偷。卫生纸比较便宜。脚很臭还是嘴很臭？脚很臭，脚很臭。我再想想看，还是先这样就好。先这样，先这样就好了。我再想想看。用一句话形容组上在教的重点。自由自在的做设计，黄生远。做喜欢的事情，照顾在地居民。分别最喜欢的饮料店，绿豆沙牛奶。乌弄花茶。觉得你们在老师眼中的形象？哦，就都很棒。不是组长变成像组长一样。当了组长，但是没有在做组长的事。很会讲故事，年纪很大，会讲干话，然后时间管理要做好。用一句话形容你们老师？哦，很乐观，非常的乐观。啊，怎么夸夸大方？非常关心学生，非常热爱国外。请用桌上的纸跟笔，在十秒内画出你们老师。好，三二一，计时开始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真的，自己笔，又纸的画风。好，来，请亮出你们的作品。又觉得。老师设计的时候常讲说什么都可以做、啊、然后就越讲会越兴奋这样，对，就是讲的比我自己都还兴奋，所以我就觉得他很适合这种这个吐舌头的这个形象。就戴眼镜，虽然我原本好像要画西装，但是还没有画完时间就到了。他其实品味还不错，长得跟他们很像，其实真的，是不是有那个谁头发吗？可以啊，重来。可以可以。啊，重来啊！不满意的话也可以重来。好，不满意我说可以重来。对，那我们先自我介绍。啊，我是三明书，逢甲大学建筑毕业，比利时伦敦建筑硕士，然后英国伦敦大学巴特勒建筑博士，有在台北事务所做了5年。主要负责的案子有，建潭纪念站，还有龙山寺站一些捷运站的设计。后来，在学校也兼课，所以还是转学术教学为主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黄生远还是德瑞达？都是，可以吗？不行，不行，一定要选他们好。好，你们好，德瑞达，德瑞达，嗯。结构还是解构？解构。拿图讨论还是拿模型讨论？拿模型。干面加贡丸汤还是米亚苦西？米亚苦西啊！米亚苦西啊！请用一句话形容组上在教的重点。组上在教的重点，构筑。啊，我这一组，我演变情境、空间情境，还有构筑，把情感表现。东海建筑系毕业应该具备的能力，建筑师，出国就这两个。当然，你可以如果以我这一组，就是可以去当导演，可以去
开当导演去做一些纪录片啊，去做一些比较实验性的影片这样子。在东海最喜欢的空间？最喜欢的空间，大屏都是，因为它就像游泳池，它很刺激，我很喜欢。用一句话形容自己是个怎么样的老师？有一点神经质，会，有时候对学生，不是那么 nice， 会刺激学生，可是有时候又会纵容学生，所以这个拿捏之间，好像又跟学生之间有，我是在观摩学生啦，就是该怎么去给他压力，该怎么去放松一点，拿捏之间怎么，还在衡量之中，因为有的学生他比较需要去刺激，有的学生比较不喜欢人家刺激他。想对正在做毕设的学生说的话，好好把时间安排好，然后以我的经验是应该要从毕业赠品的时间反推回去，把你的 itinerary 要设定好，然后呢，尽量的超前部署，也就是 不太适合就是一直都落后，每一个进度都落后，到最后会累积成比较不好的结果，所以要尽量把时间控制好。哦，所以这样送给我的，那这个没有毛哎。你最喜欢哪一张？我就选一张吗？我觉得这个不太像我，我没有那么搞笑，我这个比较像我，这个对头发应该不像，这个不像我。